我到底在做些什么？有时候我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了钱，为自己的口袋，今夜不变就把朋友出卖，大家也不必因此啊大惊小怪，有些人把钱要霸霸的债呀明债，每个月的薪水卖羊会卖，每个月的工钱你不敢乱乱开，每天三餐我都勤勤菜菜，为什么我还是天天在破盖，说他是真的钱不够用、oh。